他本来希望外打要给你，因为我结果没有联络到你。就是我的决赛是礼拜六，然后签到是礼拜六，所以我短暂其实也赶回来。哦，所以就算到签了。没有，你在台北还是有打过吗？有。几年前？好久了。好久了，2012年。因为你现在你的过程好像比较特别一点，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几年来的一个转变？这样好像变得蛮大的。你去悉尼那里吗？我去悉尼。哦，不是悉尼，是念什么？因为我是从这边转学过去的，所以有些分数就学分没有办法转进去，所以我是念算是分析，但是学我想读的项目。所以你在那边念了几年？2年半。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？就是说，因为其实你那时候在台湾其实还也算差不多要准备要接班。应该说是台湾练，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人跟我练球，练球的人比较少。对啊。各个不同的。啊，是啊。对，然后教练就说，那不然就去美国大学，就是看未来的。感觉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因为现在台湾有不少球员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打一些拿奖学金啊，在你觉得这个过程对你来讲是正向的吗？还是说你觉得有点可惜？因为那个也算黄金期，如果打职业的话，我觉得算正向，因为以前的我，如果现在要我这样访问，我没有办法回答。但是因为那里就是常常需要演讲。现在就比较有办法看看了，还有打球，心理方面也进步蛮多吧。以前感觉压力，打球压力，自己的压力比较大，但是现在就放掉看。而且身份好像也快一点，这方面要不要讲一下？你们是哪一年？啊？哪一年的时候？今年。啊，今年还是啊？几月啊？啊？几月的时候？2月。对，是美国。在美国，哦，美国也是就同班的，没有，他比我大，嗯，